在直狮子国西南方，有一座荒原的孤岛，岛上有500多户人家，他们捕鸟为生，从未听闻过佛法，不知因果。有一天，忽然有数千条大鱼游进海岛，奇怪的是，他们好像都会讲话，竟然开口唱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居民茫茫然，不知道世上还有这种鱼，就姑且称它们为阿弥陀鱼。如果有人跟着唱南无阿弥陀佛，鱼就会灵巧地游过来。念佛愈多，鱼游得愈近，即使捕杀它们也绝不逃逸。据说念佛之后，烹煮起来的肉质更加鲜美。有的人念佛少了，虽然也捕到鱼，但味道不好。全岛的人因为太喜爱吃这种鱼了，家家户户纷纷跟着高声念佛。后来，最早捕食这种鱼的其中一人受命尽了。3个月后，这人乘着紫色祥云，放大光明，驾临海岛。他对大众说：“我是过去捕食阿弥陀鱼的老人，命中后往生极乐世界了。你们知道吗？那群大鱼其实是阿弥陀佛化现的。阿弥陀佛哀怜我们愚痴，以此善巧来劝进念佛。不信的话，去看看鱼骨。”大家一听，全都去找当初舍弃的鱼骨，一看哪里是什么鱼骨，片片皆是莲花。见到这景象，所有人都大为感慨，发愿从此食素护生，专念阿弥陀佛。后来居民一个个都往生净土，整个岛就这么空了，没有人了。为什么他们也能往生呢？譬如火性能燃烧，水性能湿润，念佛也一样，名号自然有使众生往生的功能。阿弥陀佛大愿不虚，只要称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必然被佛光摄取，往生极乐世界。